你负责拿吧。这个在里面。大家数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就是这一把吧，我觉得这把钥匙像你。我觉得就是他。都试试。就咱们现在的状态，我觉得他夫人又看见了，以为咱是凶手呢，真的好狼狈。我们仨，小心点这屋吧。不是。那个呢？都不是吗？都不是。你把这个搞了。这个真是，这个我是真的不敢。哎呀！你胆儿真大。有钥匙吗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你来一个。我这就算挑战自己了，真的不太行。黑洞，我真不太敢。哎，他直接手伸出来。别别别！来吧！手没了，不行。走，咱们俩一块儿进去。没了。没有。水是水，没有水。哎呦，啥？什么？那钥匙在哪儿呢？哎，你说是不是鱼？你感受一下。是鱼吧？人家有个头在那儿。这里都是大棉花，棉花里面会是啥？不知道，这里会什么都没有吗？咱们这啊，这里面一把钥匙都没有，不可能吧？不能吧？我觉得，你要把全世界都掏出来是吗？我万一它里边有呢？你我这个人闹一梗，这会不会在鱼的嘴里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这肯定是啥都没有了。这个外面还有一个装置啊。哎呀，我不玩了。